大家好，欢迎收看 SIC 台湾体育台，我是张品文。今天要为您播出第二集的《水中蛟龙》，今天的主题是仰视。仰视又称背泳，游泳时脸向水面，背朝水底，因姿势像仰躺在水面上而得名。在游泳比赛中，只有仰视项目是在水底起跳。仰视跳水，起跳者手拉跳水台下方的杆子，有一只横杆形式，也有两只直杆形式，双脚屈膝并拢，踏在池壁上。预备动作时，双手用力将身体拉起，出发则以双脚用力蹬墙，腰部朝上，身体呈拱形跃入水中。在尚未浮出水面之前，选手一般会做出反蝶在水中前进，也就是躺着的蝶式打腿动作。选手虽然脸部浮在水面上，呼吸较便利，但是无法前望，定向困难。因此对有仰视的选手来说，横挂在泳池上端的5公尺线有重大的功能。泳池两端都挂有5公尺线，顾名思义，5公尺线距离池壁正好5公尺。选手在看到5公尺线后，会开始计算滑手次数，以防撞到头的可能。仰视转身方式与自由式类似，有仰视者在接近池壁时将身体翻正，做出与自由式相同的前滚式转身。起初有仰视的人常常会偏离水道，但在习惯这样的泳姿以后，便能顺畅前进。第一单元同样邀请到了两位优秀的仰视专长选手，来说说他们的游泳故事。首先要出场的是在去年的全大运，100公尺仰视以2分04秒46打破全国纪录的林世杰。嘴角总是挂着腼腆的笑容，说话幽默风趣的林世杰有什么样的游泳故事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水中蛟龙特工队前进南台湾，来到了高雄位于捷运中正纪吉馆站的高雄市立国际游泳池。采访仰视专长选手林世杰，绰号阿德的他，在高三那年的全中运曾破仰视全国纪录，现在的他成绩也在不断的进步中。在游泳池长大的林世杰，小小年纪就开始接受训练。我游泳的故事就是，我小时候我从大班开始玩水，然后就玩出兴趣之后，小学二年级才开始接触练习，因为家里就我爸我妈就比较忙啊，上班啊，没时间照顾我。因为以前我姑姑就在游泳池上班，然后就想说可以跟着练习啊，又可以看到我，都不会乱跑啊，边看边照顾这样。然后我国小三年级就已经在比赛了，成绩其实就一直上去，可是就到了国中那一段时间吧。因为我国小到国一的时候是有混合式的，然后中间有一段时间都跑去大陆练习。我原本是去那边练混合式，结果那边大陆的教练就说仰视算是比较好的，比较突出，然后之后国一全中运比完之后就转仰视了，就到了国二到高三毕业都没变了，都一直有仰视。而且我国二第一次比仰视的时候，就是拿2面金牌，而且还破大会纪录。哎呀，之后就一直有到高三就最后一年嘛，全中最后一年就是要毕业嘛，就代表学校争取好成绩。那一年200公尺仰视就破全国纪录，而且100仰视也是拿金牌。游泳成绩如此斐然的秘诀在于自我思考。林世杰会在执行动作前先理清头绪，
而不是一股脑儿的横冲直撞。秘诀也是我自己认为，我以前教练练的，给教练练的时候嘛，教练都不会跟我讲怎么游怎么游，我都是自己去想动作怎么做，然后用什么方式游比较不会那么累。对啊，就是比较会想。有时候有些人就是有的时候脑筋空白，什么都不想，就一直游一直游一直游而已啊。哦，不是啊，就想一下说怎么游比较不会累，比较轻松啊，然后可以游比较快。对于有仰视时看不到身旁对手的情况，林世杰从来不会感到不安。旁边还是会有人啊，啊，不然就是看后面有人，放轻松去游就好了。练习也按照适合的步调，有自己的一套方式。之前在左训的时候是一四做重量，其他的时间都是练游泳、路上那些的。开学后的训练，他也会视排课的情况来调整练习时间。课业的话，就是因为大学吧，课业就不一定了。早上几乎是我是没在练的，等到下午下课就来这边练习，也要看学校课怎么排。对林世杰来说，在他的游泳生涯中，影响他最大的是第一个将他带进泳池的家人。我姑姑吧。因为算是他从小就带我到大啊，也要感谢以前的教练啊。曾到中国大陆受训的林世杰，对于两岸培训选手的方法，他认为过去跟现在比起来，两者都以更多元的方式为训练做调整。他们在那边训练选手，其实他们也是照这样练习，只是他们对他们自己国内的选手比较残忍吧。以前啊，训练量那边是比较多一点点，方式也比较一般的、啊，没有像美国那种多元化、啊。现在这边练习的时候也是比较没有那么一般吧，比较没有那么简单，就是有一些动作啊、短冲啊、长距离那些的、啊、间歇性的。以前我在那边练的时候，每个礼拜项目几乎都是一样，项目几乎都是不一样，教练在想什么你都不知道。长距离的仰视项目一直是林世杰的强项，对于比赛时的耐力分配，他又是如何处理200公尺仰视呢？我就是前面100嘛，我都之前就是抓着一分一秒，不然就是一分，然后第三个50就是要一直盯住，最后150开始冲，前面50要先抓顺，然后后面第二个50也要平平，差不多抓一分嘛，第三个50就要冲出去啊，硬跟啊，因为你不跟的话，后面游不回来。在游泳生涯当中屡创佳绩的林世杰，面对低潮，他总能靠自己的力量克服困境。国三升高一的时候，那时候成绩一直卡在那边啊，我想说那时候又想要放弃，就不想要练了，我想说改变一下心态，多看一点比赛。就是资讯啊，动作都去看一下，了解一下，心态转变一下就比较好。而且因为那时候训练量就也是没有那么以前那么大，因为之前训练量是固定在那边而已，没有很多，也没有很少，就都一样啊。之后我就要求教练，他说看强度可不可以拉高一点，还是有帮助的、啊。对于即将到来的全国大专院校运动会，林世杰表示，等春节过后，心态及身体状况恢复良好，会再加重练习。现在是还在恢复，因为这阵子都是休息啊，可能等过年后就是要开始练了。现在都是做个路上训练，下去游一下。对自我的未来期许，林世杰确立目标，认为成绩表现能够尽力就好。我想要把仰视的记录推到两分以内，看明年的亚运，因为我去年8月底在台北比总统杯，8月初的时候标准就刚好出来，我8月底就刚好又达标。其实成绩哦，尽力就好了。在大学期间，发掘林世杰这块宝的教练，对于他的选手特质有什么看法呢？他因为比较年轻，所以他有很多情绪方面或者是他自己的一个目标方向还没有完全定性吧。有时候可能训练累的时候，他就会想要休息。他其实还就是蛮需要人家盯着他。在林世杰面对低潮的时候，教练也是陪他度过的一大功臣。曾经遇到很长的一段时间的瓶颈，可能在某一方面技术上面，我要用比较多的心思去帮他去
做一个正确的引导。那时候刚来的时候其实都蛮累的，他也蛮累的，其实我也蛮累的，那只是说后面比较上轨道之后就觉得还好。平日总带着腼腆笑容的林世杰，队友们对他的看法又是如何？我认识阿德从国小到现在。我要看哪里啊？我认识林世杰6年了。然后他一直都对我很好，只是有时候会欺负我一下。我认识林世杰去年全运到现在。他这个人其实脾气蛮好的，虽然有时候什么脾气来得很快。不要看他面恶心善的样子，其实他对游泳一直都很认真，他对游泳的热爱是我们学弟妹都看得到的。他练习的态度好像没有很认真，可是又有时候会认真，比赛的时候他总是都可以发挥，表现得很好，这是我应该学习的地方，也蛮照顾学弟妹的。对学弟妹态度也是蛮好的，然后平常训练的时候虽然有时候会常偷懒，但是对于那个比赛的心情自己都调整得非常好。好，希望他在游泳可以更进步。差不多了吧。谢谢。他的这位选手是拥有台湾仰后之称的陈婷，她在去年的全大运一个人就破了3项的全国纪录，抱走了3面金牌。究竟有什么样的游泳故事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水中蛟龙特工队今天又来到了玉成国小的游泳池，这次我们要采访的是仰视专长的选手陈婷。我5岁开始游泳，就是开始学，然后从7岁开始比赛，对，然后到国二应该是13岁吧，然后第一次去比出国比赛，对，原本是在基隆练，然后后来发生一些事情，然后就跑来南港高中这边练，然后就后来就是。我爸就是看到我觉得我仰视还不错，然后他就跟教练推荐，这样大概从国3开始就是开始练仰视，这样一路这样游过来，游到大2。对，向教练推荐仰视的爸爸在陈婷的游泳生涯扮演良好的陪伴角色。就是我还不会开车的时候，他每天都会就是从基隆，因为我住基隆，然后他从基隆这样来回这样载我，对啊，然后所以他就会看我练习这样。小小年纪就创下无数好成绩的陈婷，对自己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对于无法突破自我，陈婷也有过低潮。其实就是比赛比不好，就会有点低潮，因为就想说自己比赛就是自己练习都这么认真这么努力，为什么比赛就是比不出来？之前是比大概2009年的时候就比那个青奥。教练说一定会拿前3什么什么，你一定会拿什么什么，然后我就哦好，然后我就相信他，然后我就比得不是很好，然后就有点失落，然后后来又比亚运，就是比亚运之前会去左营训练，就各方面的能力会测验血啊，然后各方面能力都很好，然后练习状况也还不错，可是就是去比赛的时候可能太紧张，变得比不好这样，对，然后我就。当下回去那个饭店的时候就在那边哭，然后打电话给我妈，然后我就跟她讲，然后她就说没关系啊，你都努力过了，所以就不要太介意这样。在游泳这条路上，对陈婷影响深远的又是谁呢？影响很大的应该我家人吧，他们一路就支持我这样，从小时候然后开始支持到现在这样，然后我哥哥他。就是他以前有游泳啊，然后他知道游泳很辛苦什么，所以他常常鼓励我说我不要放弃啊。一个礼拜7天，陈婷练习游泳，从来没有松懈的时候。我是1到5日都有练游泳，然后礼拜1跟礼拜5下午是做重量，然后其他都是在练游泳，团队一起做重量的话是自己做，对。至于开学后的时间分配。陈婷也不会因为距离遥远就松懈训练，会找到适合自己的练习地点，
是个时时刻刻都会提醒自己要勇往直前、努力不懈的优秀选手。因为我读文化大学，离这边也很远，然后我就尽量有空的时间找时间过来这边练，不然就是在文化那边自己练，就跟文化游泳队一起练。对于今年四月的全大运，陈婷也把它当作前进国际赛的跳板，加紧练习，做好准备。最近就比较有在做重量，就是有安排一些课程这样，然后就希望全大运可以再更进步啊，因为如果我进步，我就可以去亚运了。不像其他游泳选手，陈婷的偶像是态度认真的网球选手费德勒。比赛什么的，我就还蛮有运动家风范的、啊，对啊。然后他输了也不会说啊摔拍子什么什么之类的，对啊，就还蛮有运动家精神。然后赢了也不会说啊，就跟那个什么恰克维奇一样，就在那边撕衣服什么什么之类的，就感觉自己很厉害。我觉得他也不会这样，对啊，就又谦虚，然后又显得自己很高贵的，对啊。嗯，对于未来的期许也很简单。未来哦，就是看能不能再去亚运一次吧。对。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第二单元的水中蛟龙，我是外景主持人陈玉婷，今天要为各位带来的是游泳训练器材的介绍哦。我们在游泳训练过程中，常会看到选手们将两块板子戴在手上进行划水动作。到底这些东西是什么呢？还有啊，有的时候选手们不仅手上戴着两块板子，两腿之间还会夹了个东西，限制选手们打腿呢。到底这些器材是什么呢？就让水中蛟龙推工队带您一探究竟。从事任何的体育训练都需要运动器材的辅助，游泳这项运动当然也不例外。在正式下水练习前，选手们会将自己惯用的器材摆放在池岸边，在配合练习项目时才不会手忙脚乱地找器材，能够直接拿取展开训练。在众多训练器材中，今天水中蛟龙特工队首先要带您认识最常见的滑手板。滑手板的功能在于增加滑水阻力，以训练选手的手臂肌肉。我们常会见到不同大小的滑手板，板面越大阻力就越大，相对的就需要更大的力量滑水前进。滑手板的使用方法，首先将滑手板调到适合的大小，不要太紧会很痛，太松又容易掉，不好使力。调整好后，将整只手掌穿过第一条橡胶绳，接着再将手指头穿过第二条橡胶绳。视滑手板大小或选手个人情况来决定应该要穿过几只手指头。刚开始使用滑手板，多少有些不习惯，虽然它的面积稍大，但还是能做出正确的滑手姿势。就像绑着铅块跑步一样，习惯了它的重量后，拿掉滑手板，反而能更自在地在水中前进哦。浮球常会和滑手板搭配使用，夹在使用者双腿之间，用以限制打腿行动，让身体在水中仅能靠滑手前进，更能强化手臂肌肉。浮球同样有大有小，体积越大浮力就越强，相对的需要更多的力量抓水前进。浮球的样式有很多，但使用的方法都一样，每种浮球中间都有一个凹槽，将凹槽放置在双腿中间夹紧，便可使用。以上是今天的水中蛟龙为您播出的节目。第一单元同样邀请到了两位仰视专长选手来说说他们的游泳故事。
第二单元为各位介绍了几样训练器材，滑手板以及浮球。观众们如果有兴趣，也能利用它们来训练自己的手臂肌肉哦。希望各位观众会喜欢今天的水中蛟龙为您制作的节目。下一集我们要带来台科蛙王以及他的同门师妹的专访，千万不要错过哦。再次感谢您的收看，水中蛟龙，我们下回见。